来看今天粉丝举报。Yes, I'm stuck with you, and that's that. 海的那边不是海了，是腐烂的金鱼，是漂流的玫瑰花瓣，是寂寞独行的鲨鱼，是藏不住的秘密。温凯台强麦脆脆。这局游戏打完，建议关羽找个心理医生看一下了，这么玩早晚都得气出心脏病，要是我手机都已经碎了，太气人了。下一个，怎么这么多绝版表情啊，居然还有我没见过的，那我就试试龙舟吧。发送，真是龙舟啊，兄弟们你们也快试试吧。下一个，一些奇奇怪怪的情侣 ID 收藏起来，说不定以后能用上。首先是玩过王者才懂的，鲁班几号结婚，鲁班七号结婚，瑶瑶死于非命，鸟人含泪吃席，陈瑶金闪闪，诸葛亮晶晶。听过许多谎话，比如东皇没大，风暴龙娃，暗影先轰。然后是自带语音的，哇塞，怎么8:45了，你要结婚了，以及两个组合在一起你才能看得懂的，屎到临头还敢狡辩，宝早安，早保安，出牌先王炸，打团先开大，半只菜鸡，嘿嘿，另外半只孙答应，狂徒夏冬春，简秋给爷笑，哈哈哈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最想跟谁一起用这些 ID 呢？好家伙，没点大病都起不出来这些名字。我喜欢半只菜鸡和另外半只，感觉很魔性。兄弟们你们喜欢哪一对？下一个，我跟自己玩明白了啊，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，这我喜欢，这就去安排个桑琪去峡谷快乐。下一个，开朗的网友美女视频，该说不说，质量是真的高，但是我才不会看呢。玉姐，哎，你干嘛？